上场的是来自丰台区的高诗琪。摔倒，两着半，接两着半，手三周，漂亮，非常丝滑。后内三周，漂亮，干净，跳进入的燕式旋转。三级的配置，换足的联合旋转，手三周，哇，斜外点三周，漂亮，非常漂亮。内点三，接外点二，接后外二，三周，哇，在跳跃上绝对是属于佼佼者了。编排接续步，跳进入的燕式旋转，接蹲鞠，这是一个换足的联合旋转，一气呵成，四级的配置非常好。每一次比赛都能看到琪琪的进步，每次比赛都会给人一种那种正能量，对，从他的感觉整个人的就是很